欢迎回来全境封锁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这次影片的主题是兼具近战的十字军，专用霰弹枪和冲锋枪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看表演吧。 Let's go。 Come on.
表演已经结束了，喜欢这次的分享和主题，兼具近战的十字军，专用霰弹枪和冲锋枪，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可以给大家参考吧。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